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祝福大家新年好。净空在这里跟诸位同学们拜年，祝贺大家新春愉快，吉祥如意，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。过去我们会在这下面呢加上四句啊，作为呢新年的共勉，那就是诸恶莫作，岁岁平安，众善奉行，年年如意。就诸恶莫作而言，处在顺境善缘当中，要知道这是消我们善业，所以不会生起贪爱和愚痴的念头，而是保持清净平等处。处在逆境恶缘当中，要知道这是消我们的恶业，所以不会生起嗔恚心，还是保持清净平等。在任何境界当中，都不忘记提升自己的清净平等处，就与佛菩萨相应，这才是真正的平安。所以我曾经说过，处逆境随我缘，无嗔恚业障尽消；处顺境随善缘，无贪痴福慧全现。那么就众善奉行而言，我们应该发菩提心，念念为一切众生着想，应该放下一切杂念妄念，一心一意念佛，发愿求生净土。念佛是善中之善，所以印光大师说，念佛方能消宿业，戒尘自可转凡心，最后仅以发菩提心行菩萨道。这20个字祝福大家新年吉祥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新年事事如意。